好一神，Hello，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出奇制胜咁样啦。今日好开心啦，见到阿 K 浩啦，Hello K 系，浩，早晨啦。好开心点啊？啦，你见身体到如何啊？小珍啦，咁啊，冇嘢喎，touch foot 仲系 OK，仲系系 OK，嘛？哎，我都 OK，我都仲好健全。仲系一条我暂线，时未被攻陷，我未系，被病菌攻陷，咁啊，系大啦。家都要咁啊保重就。啦，系啊，冇错啊，咁啊就嘘嘘声啦，嚟到即系都51分啦吓，同大家讲一讲个市先吓，见到个恒生指数咧都系稍微即系差啲噶啦，你寻日美股咁样跌咗500几，咁啊就恒指而家暂时跌紧215点啊，22546点嘅，期指咧就22474啊，跌紧82点，科指咧就跌1.38%，5084点，咁啊同我哋讲下先个恒指嘅部署系点啊？指數上啊，其實而家呢啲位指數上咧，個反彈可能入來咯，因為你見到今朝高開噶嘛，咁你今朝高開咧就炸落嚟，今朝升係得 ATM 升嘅啫，基本上，咁睇住啲 ATM 嚟喐個指數啊，有機會係咁樣，其他全部都跌嘅，咁但啊ATM 都唔系升得多都唔係升得多，所以而家個市咪即刻掉頭跌咯，今朝係嘅。升噶嘛，係啊，咁 所以个期指系倒升过噶嘛，所以如果要玩 call 咧，就入来多啲。见到个跌势好大嘅，好大嘅跌势喺度。咁啊，博反弹就系以唔穿底挨住个底去开 call，一穿底就做止蚀，都系以为主噶啦，全部都系以止蚀为主，甚至乎 put 啦，你见到啲 put 咧弹上去系小时图嘅阻力位咧，而家前边小时图阻力位就系22750，琴日夹曾经夹穿嘅。但系第二棍小时图第二棍就打翻落嚟咧，就直接落翻晒去啊！直接落翻晒去，而家就挨翻今年嘅二一路啦，已经。咁而所家以二你见系啊，挨翻过去。系啊，你所以见到嗰个指数上系好弱好弱嘅。咁啊，继咁续啊，做淡咯。咁你怕唔？但我惊佢俾佢一赢下咯，路夹喎，一系阵啊。间系啊，最怕喺呢尾啊嘛。所以俾咗一对。大家先，俾一对大家先，因为好啊。都系以一个小注啲搏杠杆同埋短线啲嘅操作为主，因为太多嘢我哋而家系不明朗啊，太不明朗啦，一成件事好多嘢系控啦，制唔到一路倾即系一路倾偈一路炸紧人哋嘅，而家喺俄罗斯度，咁你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嘅，咁啊连阿泽连斯基都出嚟讲嘅。阿泽连斯基都出嚟讲，佢话你要倾嘅话，就要停止炸我先啦，大佬啊！你炸我啲人民，然后你同我喺度倾偈，咁我点搞咧？即系冇可能首噶嘛。先停咗火先啦，咁，即系冇心倾咯，即系冇心倾咯。咁样讲嘅话，就系我要得到我冇要得到诚嘅嘢。意。一系你就俾晒啲嘢我，系啦，你俾晒啲嘢我就唔炸你啦。我得到我要得到嘅嘢，总之就系、是、有强权冇公理噶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好，咁啊，俾一呢一对对啦，系咪揾系。翻啲高杠杆止损好啲啊？定系还是系你觉啊，得倾向因为好短线啊嘛，大家要搏到日内有一个盈利嘅话，都一定系搏短线，搏高杠杆噶啦。系好啊。咁啊，如果系即系call 嘅话，可以睇只17511啊，恒指 call 系啦，HSI，你有冇个有啊，嗰个我表有分嗰份手？嘢，系啊，系咁啊，啦，二咁万啊，四千四行使价，系啊，咁啊，15.7倍实际杠杆啦，22.8% 嘅喎，8500对1。5月尾到期嘅，系啦，俾埋 put 大家就系呢一只接近10倍杠杆嘅21121呢一只 put 咧就系20900点嘅行使价啦，接近十倍杠杆26.4% 嘅volume 啦，然后就5800对1嘅6月尾到期嘅，系啦，咁啊，因为我见到有朋友讲2382，2382做乜嘢啊？喂，2382跌幅最大嘅蓝筹啊嘛，个市都系俾佢拖低嘅啫。点讲啊？咁佢都唔系唔系话好重好大嘢。嘅，即系2382咧，其实一路都有画，即系自己开幅图出嚟画线咧，佢个上升轨系齐整嘅，下降轨都系齐整嘅。今次咧，佢系有少少偏离咗个下降轨嘅，今日呢一棍系啦，即系如果呢一个环境咧偏离咗成个下降轨偏离咗，佢今日跌多咗噶嘛，因为系啊，大家见到个幅图啦。跌穿咗噶嘛，成个下降轨仲癫咗噶嘛？呢啲位咧，如果有 put 咧，其实应该食噶啦。
反彈博唔博咧？反彈博唔博咧？就係、是、你自己會唔會攞 put 贏咗嘅注碼去博只去博只 call 咧？會唔會係咁咧？即係你自己去衡量。我自己見到個市況係咁樣咧，其實就未必需要博 call 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可以俾定選擇大家。咁有啲如果今日係大成交出到嚟嘅，可以可以小注去試下嘅。真係要大成交喎，前提係今日要好大成交喎。咁啊，順便誒睇有冇一對選擇俾翻大家先，都有嘅。有啊。咁啊，有1918啊，呢只 put 嚟嘅，2382 put 係啦，169.9啊，咦，其實咪入咗行使價啦，差唔多咯喎。差唔多啦，1918啊嘛，系啊，1918，系啊，睇先佢行使价争少少啫，0.4啫，轻微超轻微价外。系，咁啊呢只就系四月尾到期嘅，嗯，系啦，咁啊如果想博就想博 call 嘅，少注啲啊，少注啲，因为知道系逆势博 call。博到翻嚟嘅，可能10:30前要食噶啦。咁啊，2382 call 就係25627呢一隻二二二嘅行使價222蚊，4.5×7配實際槓杆1:1嘅，咁就8月底先到期嘅，係啦。嗯。咁啊，有朋友問正股啊，正股219要唔要止蝕？其實過咗止蝕位噶啦，唔好溝貨啦，即係2382真係唔好溝貨啦，就。看看有冇機會，如果佢呢一棍跌完反彈冇冇力嘅，或者點樣嘅，點樣都要減啲噶啦，因為有機會反彈再繼續跌嘅。嗯，呢一啲咁大型下跌浪嘅股票，咁啊睇下大家有啲咩係留意緊嘅先，係9633換3690博反彈，係咯，換3690博短期反彈，3690反系咯，你覺得彈唔彈到咧？其實都好似叫做彈咗噶咯噃，2%。但你話好靚仔咩？又唔係喎。暫時嚟講，我見佢 daily 圖嘅話都係出十字喎。係啊，3690唔係靚噶。咁但係個反彈今朝180蚊樓上，好快就冇咗咯。嗯。好快就冇咗好似得10多分鐘嘅，真係快。咁啊，見到只3690咁樣咧。我自己就唔博住嘅，呢啲位177唔博住，因為你去邊度揾你個指示位喺邊咧？擺喺係啦，你反而調翻轉，我喺170邊去做 call 博短嘅，博上去185附近，咁我有得博，因為我一穿166咧，我就可以指示啦。嗯，你有個咁樣嘅操作可以做到啊嘛。但係而家你177，你可唔可以10多蚊指示博上去？因為你博上去唔太高啊，你博都係最頂盡，暫時都係195。195是你穿了195就之后的事了，但是现在你计住幅图你都要定住个目标在哪里嘛，是不是、你现在博上去195然后下面16多的，其实没得博的。嗯，就是你在个中间位，还有两件事。尴尬咯。是啊，还有9633换3690是两件事的，虽然大家都难炒，但一个有人理一个没人理的了已经。是。即系冇人理噶啦，冇人理噶啦，入完蓝筹。你讲只你系啊，系啊。虽然佢琴日都仲上到去只农夫啊嘛，虽然都上到去49咁样，咁但系今日都好粗下喎，支音组系系，所以嗱，下个礼拜一啊，应该定下个礼拜三咧就正式入嘅，咁冇咯。咁呢一排个市咁样，小心啊！真系入咗蓝筹系魔咒嚟啦。系 啊！我哋冇有冇9633 put 啊？冇啊！全如果唔系嘅话，全宇宙都好似冇喎。系啊，咁啊，啱啱3690咧 call put 一对俾咗大家先，3690 call 24518啊，呢只24518嘅美团 call 230蚊行使价6.1配实际杠杆54% 嘅窝啦，跟住之后1:1嘅7月底到期。24518都而家大家都唔係睇住行使價噶啦，除非佢真係貼價到喺一個3-2日內有機會到嘅情況啦。如果唔係，基本上都唔好睇住呢啲行使價去做啦。因為七月去230，即係你問我七月去230機會大定130機會大咧，我覺得130機會大啲。嗯，3690嘅話，咁啊俾埋只 put 大家26580。啱啱講曬嗰啲阻力位啦，就係如果去到一啲。去到一啲190多啊，嗰啲咧，其實可以試 put 噶啦。
可以開始去 put 嘅，有機會彈得到嘅話，一百八幾都有人偷嘅啦，我相信。咁啊，呢一隻3690嘅 put 咧，26580啊，160蚊行使價，就2.4倍實際槓杆嘅，18:1，9月到期。系，喂，咁啊，另外劲嘢梗系即系883啦，吓有股啦，点啊？你仲有冇货享受啊？我即系有股，我就857走咗啦，走咗啦。哦，之前咧，食咗啦，靓食啦，都。大家留意翻咧，睇翻个日线图，857日线图，4.29.3顶。系。如果想 call 咧，用呢一个嚟做一个位，咁穿4.29走去 call 就857。嗯 ，call 就857就用4.25做止蚀，咁样去做，企稳4.29就可以 call 啦。因为你睇翻个油价，哇，琴晚就夹到108啊，搞到我即刻冲，我琴晚即刻冲嗰只军工股啊喺美国，系嗰个咩飞尖刺飞弹啊，个 sticker 系几个 sticker 系几多号啊？系英文系咩？嗰只军工股 ，RTX 拗咩啊 ？RTX 啊？RTX OK， 系啦，睇先，哦 ，OK， Waveform OK， 好，哇，但系哇，好夸张喎，真系，诶，不过成日咧，地缘政局咧，军工股啊，好鬼短嘅啫，唔系啊，你博普京个黐线佬继续啊嘛，因为琴日我见到个油价去到108啊，系。你就因为惊佢惊个黐线佬继续去炸平民啊。各樣嘢啊，咁你啲軍工股，你一路打仗，大家對嗰個國土安全嗰個意識嘅會越嚟越高，因為你冇事發生，大家咪冇事咯。如果唔係，你呢個時候軍備，你會擺多啲錢落去。我見到個油價係咁樣，我追唔到油啊，因為第一你冇開市啦，第二美國嘅油股升到癲咗噶啦，其實係所有追蹤油價嘅嘢都升噶啦，係啊，其實得翻857同883係真係。即如果你環觀整個世界的油股嚟講咧，其實呢兩隻係傻仔嚟嘅。嗯。咁但係買唔買咧？你係個大方向嚟噶嘛？賺唔賺咧？都會睇住留意住個機會再嚟過嘅。883日今日穿位，857就未穿嘅。883今日去到10.54嘅，10.54就係之前穿咗10.46嗰啲位嘅。咁啊，其實呢啲位咧。用翻9.8做止蝕啦。如果要買 call 嘅話，9.8做止蝕，即係883。咁啊，只 call 我都記得啦，883 call 2787，11月29日到期嘅，10.84行使價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就係857 call 都俾埋大家啦。857 call 咧就係企穩4.29就可以去 call 啦，係啦。OK， 咁啊，26304啊。呢只1:1嘅選擇，咁啊5月30日到期啦，就係1:1嘅選擇，4.49嘅行使價，857 call 係啦。K 號定咗格係咩？哦，係咩？個 cam 唔緊要啊，佢話佢出嚟個畫面定咗格，我都見到係定咗格嘅，不過唔緊要啦。其實佢係講到無龍無師咁樣嘅，最緊要係聽佢講嘢嘛，係咪先？啱啊！好，我哋不如最後睇多隻啦，04分啦都嚇，咁啊就睇只睇兩隻啦。即我想問一下只1024同埋只5號仔。係。咦？點解突然間咧？點解突然間會咁？問入唔入得喎？1024入唔入得啊？我自己就唔買1024嘅，我攞嚟炒嘅啫。1024從來都係。係。咁你睇住下邊嗰個位就係78蚊啦，78蚊有個位啦。OK， 1024。係啦，如果你想博 call 咧，就用呢一個位嚟做止蝕。咁啊，好多朋友問嘅啦。咁喺呢啲位去call 到咧，望上去咧就91.5先，91.5係啦。咁其實 call 個直播率係大少少嘅，同埋其實睇翻啲資金流咧，呢一排嘅1024咧，其實唔差噶，筆水買咗唔少日噶，即係日日都1億幾千萬、1億幾千萬咁樣流入噶。咁啊，今日跌咗落嚟，會唔會係一個機會俾啲筆水再買過咧？其實真係唔知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其實都可以待定先，或者今日跌得多，然後你去博反彈，俾只快手嘅 call 你。但係如果你個聽日個反彈係大嘅咧，其實就可以夠位咧，就食埋糊先，
系啦，慢升先至坐到91.5啫。如果快升一棍就6-7%，好似今日咁咧，今日跌6-7%咧，其實就基本上都係要減噶啦。快手嘅話，好好興係咁啊，好興咁玩嘅快手。1991第一隻 call 大家先，8.1元行使價。21991係21991，8.1元行使價就3倍實際槓桿嘅100:1嘅兑換比率啦，就11月到期嘅21991，因為而家唔係睇住隻，唔係睇住嘅啦。啲行使價110元，之前嗰啲超大位嚟噶啦，110元，唔係呢一下。嗯，係啦。嗯，咁就五號仔最後講埋啦。哇，今日懟好多啊！你戰事點都會對啲金融類嘅股份嘅衝擊最大啦，首當其衝啊。其中一樣嘢啦，因為計到數啊嘛，呢啲股票。第一樣嘢。第二樣嘢就係而家講話要延遲加息啊。係。冇事啊嘛。我冇事啊，即系喉咙有啲干啫，讲得多嘢，我都好惊。喂，你咁样讲，嗰又提一提我，唉，真系系继续。系咁啊，而家嚟到呢啲位咧，五万蚊，51.1咧，其实我觉得咧 call 咧就暂时未得嘅，因为成个势啊，嗯，佢成个势咧都系而家你咁样跌落嚟咧，唔会特别去闹住啊。基本上，你睇下有冇机会跌少棍先啦，至少都你跌少一棍，我先至諗去 call 啦。第一件事，第二件事就係其實我覺得加息係必然嘅，佢去到一啲位咧，其實正股同埋 call 咧都可以買嘅。嗯，係啦， okay, 銀行股係可以買嘅。咁好似啱啱有係咪有朋友問我2888仲有冇啊？我仲有啊，只揸兜。啊，係啊，依家5元啊，係啊，哇！呢個即係含恨喎，食少咗。點知含恨啊？冇食到，60元冇食到喎，62元啊！我遞紙巾俾你啊 ，Ko， 即係我遞唔到，我心隔在心中，隔住我摸幫你抹眼淚啊！咁啊，就五號仔俾一對大家嘅選擇啦嚇，頭先都講咗嗰個嘅策略部署啦，咁啊匯控咧就call 開睇就21728嘅，行使價60元嘅21728，實際槓桿咧就8.7倍啦嚇，咁啊就引伸波幅都3字頭嘅，不過都相對係低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匯豐 put 可以睇就23854啦，23854，咁啊就行使價咧就係47.88啊，咁啊實際槓桿咧都有8倍。咁頭先相關嗰啲即係 call put 輪咧嗰啲 number 我都打咗喺留言區噶啦，咁啊。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那里即是再找参考返啦。是啦，好啦。问这2343买不买 ?2343 买买喎。航运股呢全部都得嘅。咁我自己有1138嘅。航运股全部都得。你有1138，我哋头先都有讲话劲靓仔啦，即係1138。之前刑警啊，刑警啲人问下可唔可以走啊，跟住咪系咪要走啊，我话唔使走啊，唔好走啊。嗯，系啦，咁啊食正啦，佢仲要系主要运送呢个有设施嘅嘢嘅相关嘅，咁我自己咧就3元买嘅，1138，3元买嘅 ，OK， 咁啊之前咧就买到2.81嘅，咁而家咧如果最后可以俾埋只1919 call 大家，2343系可以嘅，不过睇翻住第一级嘅支持位，1919 call 咧俾埋大家就系19817啊。1918 17.6毫八行使價4.7倍實際槓桿10:1嘅6月到期，航運股全部都得嘅，因為你睇下埃及咧就出嚟抽水嘅，蘇伊士運河加價，係，咁啊成個航運業都好噶啦。系啊，上个礼拜一入侵第一下就叫大家买航运股啊，希望大家有跟到啦。就Ian 问话175红得未？你而家先至嚟红，前迟啲。175好远喎，跌到。吉你，我谂就算佢有红证嘅即系产品俾你选择咧，个杠杆都唔会好高咯吓。咁你搏佢咧，挤挤5-6% 咁跌落去，你先至叫做有明显肉食咯，是啦。搞唔掂噶！琴日工信部出嚟出新聞咧，其實嗰單新聞咧，大家唔好諗錯，唔係同你講175175你冇份嘅，你係研發緊嘅，你一架電動車都未有嘅，係你係運能車嘅就仲係玩緊，所以呢啲估值啊，呢啲重新計數，你基本上唔使諗噶啦，唔入流啊，唔好買 call 啦，總之紅唔紅得咧，我覺得就我呢啲位我就唔直情唔搞噶啦，睇小隻啦，23331一樣，兩幅圖係一樣嘅。嗯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就同 K.O. 倾住咁多啦，多谢晒 K.O. 吓，好多辛苦嘅，即系
嘅分析啦吓，咁我哋休息一下咯噃，系啦，大家都继续keep 住keep in touch 啦吓，希望身体健康，好啦，拜拜。